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AFM 频道，我是主持人吴明。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1950年歌剧电影《白毛女》高清彩色修复完整版的第四期，片中杨白老的扮演者是著名的表演艺术家、戏曲教育家张守维，生于1918年辽宁省葫芦岛市，八岁时随父亲进官，在陕西省西安二中读完了初中。1937年他加入了斧头剧团，演出了街头剧《放下你的皮鞭》，受到了各界民众的欢迎。1944年歌剧《白毛女》，张守维被推荐为杨白老角色的绝佳人选，并成为了新中国戏曲史上第一位杨白老，演出获得了极大的成功。他默默地献身艺术事业，将一个神形兼备、惟妙惟肖的杨白老的形象送进了每一位观众的心中。如果喜欢我的作品，就点赞关注。好，请看正片。成哥安安稳稳的过河西，叫他早点领着红军过来吧。喜儿，二婶儿，二婶儿，孩子还没吃饭呢，给孩子你吃点吧。二婶，这阵我一闻你的油香就想吐。孩子，你怕是有了吧？喜儿，喜儿，喜儿，二婶，我没法活了。孩子，不管怎么，你得活下去。等你大叔回来。老大爷，救救我，你老人家打救我过黄河西去吧。老大爷，我也是种地受苦的人，家里叫财主逼得实在活不成了。老大爷，老大爷，你老人家打救我过黄河西去吧。好，孩子你别着急啊，来起来，你大爷给你想办法。
孩子，看，你上了那个山，你就会看到红军了。记着，红军是穿的黑衣裳，帽子上扎了个红五星啊。去吧。我可找到你们了。我可找到你们了。醒了，老太太叫你，走吧。啊，喜儿啊，这几天我家里办喜事儿，来往的客人很多，你看你这么大的身子了，人前人后的也不方便啊。今儿晚上我叫你王大婶儿领你回家过日子去啊，别的话谁也不用再提了。这有两件衣服，你带回去穿吧。给。老木，哎，这丫头不好治啊，你们要多长点心眼。是，安顿好。他领出了后门再下手。你贩子来了没有？来了，在外边等着呢。老东西说了，今儿晚上叫我王大婶领我回家去。哎，孩子，别做梦了，人家黄家把你卖了，一会儿人贩子就来捆你走了。你这是干什么去，孩子？我和他们拼了，你这不是自己找死去？二婶给你把后门的钥匙偷了，快逃命吧，孩子。二婶，二婶，万一我要是见不上他，你把这双鞋叫了，可不敢这么说呀，孩子，
不管怎么着，你也要等你大春哥回来报仇啊。有两块钱留在路上花啊。二婶，孩子，快起来，快走。二婶，我可往哪儿走啊？快顺着后山沟走，快！哎，人呢？嗯，跑了。啊，他跑了。好，给我追。是。喝片茶，看不到死尸，我要见活人。是，老穆，告诉县衙门说，他逃到什么地方，给我捉拿到什么地方。是啊。
了。